豪华家具摆设不要，顶楼最高视野不要。明明是主办单位有心特选洛杉矶华人区最新豪华酒店，且能以一晚台币13000元超亲民价的总统套房来热情接待韩国瑜，但高雄市府团队却回应只住商务房。For the suite, it adds more value and more experience to our VIP guests or even our upgraded guests. Again, 17 of them out of the 288 guest rooms. 独家开放给东森记者实地参观韩国瑜要求的商务房，大面落地窗、宽大沙发椅，一旁冰桶、热水瓶、咖啡机都有，非常适合商务会议。而隔间之后还有大床与全套大理石浴缸，方便韩国瑜充分睡眠、调整时差，甚至连密会重要人士的 VIP 通道也有精心安排。Create a side entrance into our back of the hallway service elevators, compared to using the public elevators that a lot of our guests will use. 至于不少侨胞关心，洛杉矶唯一一场的700人大型侨宴，每人门票3600台币，到底吃什么？先看饭店内知名西餐店最高规格的战斧牛排，一客3150台币，也被高雄市府团队回绝。透过东森记者独家打听，晚宴将由8位主厨联手与最高1000人的服务团队，全力打点平价中式美味。餐厅呢，全部都是以广东的粤菜和港式的菜肴的。从住房、维安到晚宴，虽然韩国瑜在坚持不与总统级别画上等号，不过美国侨胞苦盼的早已是心中的韩总统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夏日晴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